我家装修好了，今天呢是一期 room tour。 这间房子是我2022年买的，大家都知道2022年是上海房价的宇宙最高点，所以我这种行为放在世界韭菜圈也都是非常炸裂的存在。有时候我也会反思，为什么我会做出如此韭菜的行为。后来我想了想，可能是平时韭菜炒大葱说了太多了，你们敢吃自家乖乖弄地洞了。不过幸好啊，我现在心态已经非常平和了，情绪非常的稳定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咱们来 room tour 了。首先呢是入户的马赛克瓷砖，这是我一个画家朋友好几年前给我画的，我家的猫猫，我的女儿猫猫人，原画在这里。现在猫猫已经过世两年了，我特别的想念它。如今一踏进家门就可以看到它。马赛克瓷砖特别有复古的腔调，特别的好看啊！你看它的眼睛绿色的，多好看啊！接着呢是地板，我觉得地板特别的重要，就像一个人的皮肤，它代表了一间屋子的整体气质。这次呢我用的是凡尔赛拼花实木复合地板，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啊，我自己看了很多的图片，包括凡尔赛宫的，我觉得只有斜拼才能把凡尔赛地板的那种气势给展现出来，特别的华丽。再说说缺点啊，这个实木复合地板实在是太娇贵了，任何的硬物都可以给它造成伤害，钥匙掉了啪砸一个坑，拆快递的时候剪刀掉了啪又砸个坑，我现在隔三差五就砸一个坑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如厕的要求非常高，所以这次我就决定要用就用最好的，用的是汉斯格里亚纯净坐便器。它不是那种很澎湃的水流然后把屁股搞得非常狼狈，但是这个吸力绝对足，是我见过吸力最大的马桶了，像黑洞一样，银河系都要被它吸进去了。大概这我刚不刚好打个个当成了。然后呢是洗澡用的花洒，同样来自汉斯格里亚静语系列。我呢自己用过非常多的花洒，有的花洒就像中老年的前列腺一样有心无力，有那么像高压水枪龙头一样洗澡洗出了洗车的感觉。那这个花洒呢柔中带刚，很舒服，而且还能切换三种出水，我现在分别用来洗头、冲身体和冲脚。楠楠精致不啦？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家的书房，这里大面积的都是藤编的元素，包括这个吊扇也是南洋风的。在这个柜子背后呢放着我所有的拍摄的器材，这里可以说就是我的军火库了。书房的另一边是我家的电视，三星画壁电视，这个原厂的旋转支架听说现在都已经停产了。然后我说一下缺点哦，首先我已经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你们家的电视，里面的这些艺术画竟然要包月付费才可以使用，如果你拿箱错票是相同的啦。最后一点哦，我翻遍了里面所有的画，我发现只有这一幅向日葵是竖版的，其他都是横版，连蒙娜丽莎都是横版的。我的妈呀，那我买这个旋转的支架到底有什么用？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乌龟池，绿色周围的砖啊跟底下的这个灰色的砖啊我都觉得非常的漂亮。这个龟池是做了防水的，不过是卫生间级别的防水。我有一个做建筑的朋友就提醒我，他说哎呦你这个防水级别不够啊，要做泳池级别的防水，但那个时候已经砌出来，防水已经做好了。于是呢我赶紧又去订了一个鱼缸嵌套在里面啊，这下是安全了。这是客厅里的宜家壁立书柜，非常推荐，好看又便宜。我家还有很多宜家的东西，像刚刚柜子里的置物架、花盆、两个浇水壶、藤编床头柜，都是好看又便宜。除了宜家，我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的家居品牌是Herman Miller， 比如我手上的这只 Aaron 办公椅，我的家里有一个，公司也有一个。另外我有一次看陶喆的 Vlog 的时候，我惊奇的发现他也有一个同款的 Aaron， 也算是另类追星成功了。另外我家还有一个 Herman Miller IMS 的椅子，它曾经被时代杂志称为20世纪的设计奇迹。还有一个 Herman Miller IMS 的储物柜，这个颜值只能说一滴入魂。还有这只 Herman Miller 的 Passport 的工作台，这个东西搬位非常的重，
感觉不是适合出现在家里的单品，但是我平时拍摄的话，放一些设备或者放一些客户的产品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另外呢，我还订购了他们家的摇摇椅以及 IMS 的书桌，预计要9月份才能到货，到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厨房，这次厨房使用了大面积的珐琅板，优点是非常的耐脏，污渍一擦就干净了。另外一点是它可以贴冰箱贴，它是有磁性的。厨房的水槽也是汉斯格雅的石英式水槽，你看我是非常吃汉斯格雅这个牌子的，连龙头也是汉斯格雅的达利斯龙头，你看它的这个龙头是可以抽出来的，而且可以切换不同的出水方式。只好介绍一下水槽下面的幕后英雄啊，格兰富 CMB1 的增压棒。我家本来水压就不高，然后又装了各种软水、净水，水压就更少了。装了这个增压棒之后啊，现在出水完全就正常，而且非常的静音。因为我的手机和电脑都是苹果的，所以这次用了绿米的全屋智能设备。我现在用苹果的产品就可以控制家里所有的灯光、窗帘等等等等。Hey Siri。明亮场景 ，Hey Siri， 温馨场景。我特别喜欢厕所和洗手台的感应器，只要你走过去，灯就自动打开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 Room Tour 的所有内容了。相信接下来很多的视频都会在这里给大家拍摄，那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。那么这次买房是买在宇宙最高点了，看到这里的朋友，希望大家给我点一个赞，也算给我回回血。